下面我宣布，曲靖同学被评为咱们学校徐雷锋徐奶奶的标兵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爸爸最爱的人是谁吗？我不是扔饭的，既然在你家的吗？啊，来看我这儿，笑一笑。 意味着什么？你不是警察吗？你怎么知道他爸抓走的就是坏人？怎么知道他抓就不是坏人？完没完？来就没完！他没家庭，他没打死你，你还不能推，打他没有？越是平时看起来蔫不拉几的，性子越重。现在这个毒瘤已经请除雕了，自己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。 希望大家节省丝毫，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划清界限。你说的都对吗？